蛋糕的材料鸡蛋了。小咕咚还要自己做蛋糕吗？小咕咚，小咕咚。哎，其实，你帮小咕咚实现愿望的事情是和小咕咚之间的秘密哦。好的，小咕咚，
下次我再帮你实现愿望吧，再见。明年再见。哎，小咕咚，你好啊。哎，绿泡泡。哎，小咕咚，这儿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哎，有花，有棒棒糖，还有鸡蛋呢。鸡蛋。绿泡泡，这个鸡蛋是朋友送给我的。你能用它变个魔术吗？鸡蛋来变魔术啊？对呀，对呀。哎呦，这个可有难度。哦，哎，小咕咚，这个可难不倒我。我已经想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就是和鸡蛋有关的。啊，是什么神奇的魔术呀？绿泡泡，快给我们表演吧！别着急，小咕咚，稍后我就来表演神奇的魔术。陈今年6岁，小嘉宾王红石今年5岁。小咕咚，绿泡泡大魔术师，快给我们变神奇的魔术吧。好的，大家看好了，今天我要来展示一个神奇的魔术。在我的手里呢，有一个空空的纸杯，对吗？对。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纸杯先放在桌子上，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呀？鸡蛋。鸡蛋。而这个呢，是什么呢？一枚硬币。一枚硬币啊，准确的说是一枚1角钱的硬币。你们相信吗？我能让这枚硬币自己跑到鸡蛋里去。相信。啊，那鸡蛋就会破了呀，生鸡蛋就会弄得很脏的。好，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看一看啊，来，我们一起来说，乌拉乌拉跳，哇，现在硬币已经在这枚鸡蛋里了，信不信？不信啊，不信。哎，大家都对我不是很有信心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个奇迹。电视机前小朋友看好了，打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生鸡蛋是会流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纸杯接住它。看到硬币出来了吗？没有，没有。我们把刚才打到杯子里的鸡蛋液倒出来，看好了，1、2、3，看一看有没有？没有呢。硬币呢？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硬币怎么样啊？有没有到鸡蛋里啊？有。为我鼓掌吧。怎么样？你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好的，在变魔术之前，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箱乌拉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好，让我们一起说，魔箱魔箱乌拉拉，我是魔箱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都在这里呢，睁大眼睛看好了。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个纸杯、一个盘子、一枚鸡蛋和2枚硬币。好的，现在我大魔术师绿泡泡来教大家变这个魔术，神奇不神奇？这魔术挺神奇的，挺神奇的吧？这硬币好端端的，怎么就跑到鸡蛋里了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赶快准备好材料，我们一起来变。首先，我让大家先检查了这个纸杯，对不对呀？哎，里面呢什么都没有，是空空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敢松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里啊，事先藏了一枚硬币。哦，明白了吗？来，跟我做，小朋友，把硬币放在手里，然后呢，用手，哎，放。
放在杯子里，挡住，挡住这枚硬币。让大家看一看，什么都没有。是的。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不要让硬币发出声音，轻轻的把硬币落到杯底。哎，放到杯底。好，这样的话呢，我们以为杯子里是空的，其实里面呢，事先放好了一枚硬币。有一枚硬币。好，拿出一颗鸡蛋，来让大家来认识一下鸡蛋，小朋友们都认识啊。然后呢，还有一枚一角钱的硬币。刚才我们一起念的那个咒语，我们再来说一遍。乌拉乌拉 Q，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这枚硬币，就偷偷的扔了，扔到了地上。来，小朋友们，这个非常容易啊。哎，乌拉乌拉 Q， 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硬币扔到地上，悄悄的扔在地上，不要让大家发现。哎，接下来我们呢，要用生鸡蛋轻轻的磕一磕这个盘子的边缘，把这个打开，哇。让它流到纸杯里，流到纸杯里。哎，其实这个时候纸杯里的鸡蛋和这个硬币就融在一起了。哦，其实纸杯里一直都有硬币。哇，所以说当然是可以成功的。好，我来看一看。哎呀，我们的小朋友呢可能不太会磕鸡蛋啊，来，我来教你们啊。我小的时候啊，第一次磕鸡蛋的时候也是有点这个害怕，总怕把这个鸡蛋给打碎。没事，在这个盘子的边缘啊。好，两个手，对，好。啊！哇！真棒！非常棒！好，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倒到盘子里就可以了。来，小朋友，这边好了吗？啊，鸡蛋快流出来了。好，来，两人一起把它倒出来。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倒出来。笑一笑。好，成功。这个呢还没有到，我们再来试一试，看一看有没有硬币。哇，还听到了清脆的声音，太棒了。小朋友们太棒了，今天的魔术学会了，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加加油，嘿嘿嘿，大家一起拍拍手，一起加加油。那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有没有学会今天的魔术？好，一起来看看。乌拉拉，我也学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向观众展示杯子，并在里面藏好一枚硬币。第二步，拿起生鸡蛋和硬币，做把硬币扔进鸡蛋里的假动作，同时扔掉手里的硬币。第三步，把生鸡蛋打进杯子里，鸡蛋里就出现硬币了。好的，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场外大魔术师给我们表演魔术的时间。魔术很神奇，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容易，来个魔法的世界，你和我一起，神奇的魔术在这里。魔术师马经理最喜欢的事儿，给小朋友们变魔术。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那赶快登录我们的网站来进行报名吧，说不定下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了。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乌拉乌拉跳，我爱变魔术。咕噜咕噜，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哪里发出来的声音吗？是罐子里发出的声音。哈哈，对了，就是罐子里发出的声音哦。嘿嘿，那你们猜一猜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当当当当，是什么？石头。答对了，就是石头。嘿嘿，好啦，小小琪琪，看看你的罐子里都装的是什么吧。先看看这个，小朋友们看仔细啦，是什么呀？是水。对了，就是水。说到奇迹，让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吧。啊，真好听啊。说到奇迹，还有一个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我的罐子会发出这种声音，你听，因为这里头有一支铅笔，我在罐子里放了糖果，你们听，它会发出这种声音。
来信啦，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信啦，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大家好，我是红果果。咕噜咕噜，我是小咕咚。铃铃，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铃铃，我能接电话、看视频、聊作品、织围脖，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好的，铃铃，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对呀，铃铃，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我喜欢车，你们看我开摩托车是不是很帅呢？我还特别喜欢踢球，我可是一个超级小球迷哦。爸爸虽然平时很忙，但是他还是会抽时间陪我和妈妈，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是亲爱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我爱变魔术当中，我们教大家变了一个神奇的魔术，你们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把你们变魔术的过程当中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你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爱上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爱上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108信箱。一二三，北京。智慧树栏目互动手。小咕咚手。邮编码是10038。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小朋友们再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气球为什么能飞起来吗？你们相信房子也能飞起来吗？不能，不能。没错，相信你们的眼睛，在明天的科学泡泡里一起经历一场飞屋历险吧。绿泡泡绿泡泡绿绿绿，红果果红果果红红红，咕噜咕噜咕噜咕咚咚，再见吧再见吧再见。